当这个踢法之间的金属如果跑出来的话，如果不小心压到啊，这个金属跑出来的话，那你只要把金属这地方稍微再压平，然后把气阀呢再把它扣回去就可以了，上下盖扣回去就好了。盖一声就是安装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我们尽量不要去压到，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固定金属。固定金属我们一旦这个地方折过头之后，它里面的金属会错位，会跑出来，就会从这个地方稍微跑出来。那这个跑出来没关系，这本来就是可以拆装的，就是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。